今礼拜，咱规台湾都要落大雨。我第一个时间有到咱的指挥中心，啊，政府的团队拢用上紧的速度来救灾。啊，咱外市长也是过咧第一线来守护咱的台南市。咱台南市这几冬以来，赶快重视咱的治水，对台湾来讲，这是一项愈来愈重要的一个工作。啊，要把咱的雨水、治水啦，做得好，有需要更进步。所以，咱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有一项就是咱的水环境，水环境就是讲要全面、长期来改观咱台湾水的问题，予咱诶大家有一个好的水环境，会使啉好水，会使无欠水，啊，透风无雨，咱嘛唔惊淹水，这就是咱投资未来，这就是前瞻。除了咱的基础建设计划以外，咱确定要来西洋这个所在来建设一个咱的国家级的图书馆的南部分馆。这是咱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的联合典藏中心。咱的这个计划上重要一项代志，就是要让咱的副业台湾的发展会使均衡。啊，嘛希望讲咱新竹这个所在有一个国家级的图书馆的分馆伫遮，予咱这个在地咱的乡亲感觉讲，咱的国家有想着新竹，啊嘛来建设新竹，予咱的新竹会使搁较好，大家搁好好。大家的需要，政府拢在，啊，我嘛放在心内。我要感谢咱乡亲对咱政府的支持，我嘛要拜托大家，为了咱台湾的未来，我一定会坚持改革。我嘛要请大家继续做伙来拍拼，大家讲好不好？好，谢谢，谢谢。